这是他们的 C8嘎三轮车。嗨，江湖笔记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来到一个越南跟柬埔寨交界的一个工地啊，叫平夫省。平夫省这边哦，那这边一个是一个很隐秘的一个私人的一个工地啊，它这边是要做太阳能板的那个基地哦，很大一片。那我今天带各位来这边看哦，这边是蛮荒凉的，当然。景色是不错了，那我希望今天的那个影像啊，也能呈现给各位看得出来这边的壮阔。那我们看下去之前，请记得按订阅、按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那我带各位继续看下去。
好啦，这就是哈，我们今天哦来到这个平湖省这边做这个太阳能机装的这个工程基地哦，这边也不是随便的能进来看到的，这个就是做太阳能面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那今天刚好有机会哦进来这个地方，跟大家介绍一下平湖省。那这不是市区，这是刚好在柬埔寨跟泰国的，跟越南的交界。跟越南交界的这个地方，那这个进来的地方呢，路也是黄沙滚滚的，车子呢，各位看，这是一开了一天的车哦，风尘仆仆就会变成这样子。那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啊，工程的这个越南工程的视频。那我们下次视频见喽，拜。